现在我介绍一下七枪，它的原理，它跟形意拳无异啊，它的理论啊，它的圈理，三体式啊，它主要是关键是三体式，损势的东西，它就是松沉、沉肩、坠肘。 憨胸八背，劈刚歇领，气沉丹田，啊，崩枪，啊，他劈枪，他丹田啊，丹田鼓荡，啊，他这个行音的东西啊，啊，他这个东西，哎，他可以火把枪。 丹田鼓荡，啊，浑身轻松放松，啊，丹田气，炮枪，啊，他行这东西炮枪，损失的炮挑，啊，他火把可以啊。 铿锵，啊，没有单天鼓荡的功夫是使不出来的，但他这个损势枪，它可以当匕首使，它是枪豁呀，这个枪把，啊，它可以戳，啊，可以劈。 可以当匕首，长枪短用，长枪可以短用，盖把，啊，他单天独当，他抽枪，啊，损失手，他抽枪带去，带把对方气的带回来，他有个独立步。 跳步盖，太横劲，啊，裹抱紧，啊，他这东西，啊，他跟形意拳原理是一样的。劈枪，挂，他火把，挂，劈枪，跟劈拳一样。 钻枪，啊，他就钻枪，他都走螺旋，啊，全是螺旋，爆发力，哎，冲到咽喉去，劈，啊，他孙家那这叫黑白药呢，滚肚枪，崩。 龙兴步，啊，刺点，刺点对方，起盖，啊，崩他，啊，枪得贼，单挑鼓荡，啊，挑，横，挂，啊，他挂劈，啊，带，啊，他带。
下面我把他这个基本套路名称啊说一下，孙氏七强，他的起势也是无极势啊，无极势，心里什么也不要想，浑身放松，要松沉。 无私无念，无我无他，空空洞洞，啊，两翼的变化，踢枪，啊，踢枪，接枪，横扫，啊，他就掰开两翅，啊，他就掰开两翅，横扫，到处有胯，啊，有胯，啊，黑白腰。 拉哪扎啊！拉哪扎，他是孙家东西，他是进步，啊，这么子，哎，一拉，他步法是活的，他说步法是活的，掰开两翅，他的几个步法，三卷枪。 三卷枪，啊，三卷枪就拦了，也是黑八腰，啊，说刺不刺，啊，也可以走盖步，啊，也可以崩，啊，这都可以，啊，这几个步法，他轻了缩尾。 枪要护我，啊，他有击击独立步，啊，带他，带队往枪，击独立步这个腿呀、啊，膝盖呀、啊，极力往上提，这脚要护着这个后边的膝盖，枪里加棒，啊，枪里加棒，一抽，这来气劲，哎，一个劲儿，裹他。 这叫不远见日啊，不远见日，真的是你啊，真的是你啊，咱就要紧急独立嘛，哎，啊，这个形意七枪啊，枪要不离身啊，要周身一压，要整啊，要整啊，轻松缩尾，枪里夹棒。 珍珠倒卷脸，啊，珍珠倒卷脸都是一个炮层啊，挑啊，啊，珍珠倒卷脸，这是倒卷脸以后，这几十米啊，啊，几十米，这个枪啊，枪扎一条线之说，棍打一大片，这枪是长，啊，形意长枪嘛。 落步以后，盖步，啊，流星赶月，啊，流星赶月，轻松缩尾，啊，也可以变千里的枪里夹棒，但它是随意变化，盖它。 这可以盖，这可以盖，啊，戳，啊，挂，啊，挂，啊，挂完了都盖，这个墙啊，往脚面上点，啊，挑它，啊，有浑身颤劲，打这个惊叹力，啊，轻松作尾。 轻吊尾，啊，这脚啊，脚面往上崩，就架住，退步，轻了探着，啊，这个枪，这枪他特别注意，挂它，带它，啊，挂它，盖，嘿，啊。
这个枪啊，也可以的，拿到中间，啊，哪儿都可以使啊。两边啊，这个形意气枪啊，这个边夹枪不同之处，就它变化无穷，浑身整力。缩尾，听着缩尾，听着探长，啊，要气穿一下。 走弧形，绕它，啊，都可以。轻松尾，走出步来以后，啊，因为它这有无形形意了，啊，它就唱了一截嘛，啊，雁形一样，啊，雁果，看住，啊，轻捋转身。 这还一招，啊，他一般的他不注意啊，这是挂，这还一招，啊，画个弧形，劈枪，啊，翻身劈，啊，蹦，挑，啊，他穿梭去，得穿梭去，啊，哎，哎，相当贼，啊，两肋穿梭呀。 穿梭呀！哎，你能出去？哎，啊，这个点呢，一定掌握火候，要掌握好，不的话把自己穿了。啊，这个酒练的刀枪啊，啊，这大把，哎，送出去，啊，当匕首使，啊，最后一点，要神意。 追他，啊，干，要神，啊，崩，轻了错尾，啊，可以变轻了错尾，还开劈，啊，要含蓄，崩，啊，劈他，轻了错尾，啊，这枪里加棒。 真主导绝练，这个形意气枪啊，式子不多，37个式子，但它变化很多，啊，讲生生不息，变化无穷嘛，因为它是，啊，它的功底全凭在形意，啊，抽枪，啊，也叫轻松缩尾，啊，脚往上勾。 枪里加棒，啊，枪里加棒，珍珠倒卷脸，啊，珍珠倒卷脸，啊，这也是拨箭式，啊，拨箭式也可以走金梁架海，慢镜头，我枪，我走个弧形。 这绕弧形，扑脚啊，它有扑腿，啊，它有扑腿，啊，尽量刚才是尽量架，这是海底捞月，啊，海底捞月，扑地紧，啊，这是扑地紧，啊，把它给变换一下，脚呢，啊，脚呢。 是个圈儿啊，丹田点重，啊，不是胳膊啊，胳膊都不行，腰胯，不，轻了作为，千里加棒，真是倒卷脸，千里加海，千里加海，金鸡是你，啊，金鸡是你，或者扑将扑枪。 重心也对，略厚一点，刺他，刺他，啊，刚才叫蒲地锦，这叫乔女认真。乔女认真的时候，这个虚实要分明。
这枪要立，直立，后把你拖住，啊，成一条直线，这时候又管住它，坐胯，起来，哼，啊，再接近10米。 完以后，又撑住，啊，一般的箱子它拖不住啊，啊，这变金蝉脱壳，啊，金蝉脱壳，啊，精神神意，准备对阵，它别动，啊，这行李箱这半步跟呢，踢下来跟脚一块来，一块落地。 翻身，啊，绷住劲，啊，这也叫中平墙啊，啊，中平墙最难防啊，哈、啊，变马步，啊，他变马步，马步叫二郎担山，啊，二郎担山，啊，浑身有颤劲，啊，浑身有颤劲，倒退连环，有点呼吸。 这个形意七枪啊，啊，练式它虽然是有套路啊，但用它无套路，用是无招无法啊，用是无招无法啊，啊，它因为这个枪套路名称就是便于记忆啊，就是便于记忆传播。 枪啊，就枪身呐、啊，就枪身一体呀、啊，啊，不能动，啊，跟着你身走，啊，枪很贼呀、啊，啊，劈，啊，挑，横，钻，啊，钻枪，啊，它也是螺旋的。 二郎当山，马步，这几个步伐。二郎当山，倒退连环，啊，也可以干，啊，随意，啊，来回挂，挂，啊，来器械以后，嗯，挂劈，啊，来回可以挂。脚哪，啊，脚，啊，拉拿。 扎，啊，也叫黑八腰，啊，丹铁骨的，浑身是整体运，啊，整体运动，脚踏，啊，顶住它，神意要顶住它，啊，拔不敢铲，啊，跳脚垫步，啊，跳，啊，连跳，它钻它，啊，钻它，啊，拔不敢铲。 就撸行跳啊，嗯，这撸行跳，撸行步，枪背在后边又烦吧，啊，这个有相当的功夫，要不这枪能出去回不来了，啊，还得扎出去，还得做住胯，啊，缩住劲，钻出去以后，哎，还走接近10米，那这拔不敢铲呢。 点劈，啊，点劈他，浑身是个整劲，啊，啊，劈劲，落步，啊，把不敢铲以后，落步，还是烂的脚，轻如作为，嘿，枪里夹棒，啊。
枪，他抽枪啊！这巴不敢铲呐，蓄力挺进啊！哎哎哎！轻车作尾啊！枪里打棒啊！海底刀啊！海底栽花。 圈儿，啊，脚奶，啊，它也是绕圈儿的，啊，身上气的运动，啊，看住，哎呦，看住它，啊，脚奶，哎，蹭了摆尾，啊，这边来器械以后，它扎我腿后摆。 这可以摆回去，这可以摆回去，啊，蹭了摆尾，然后没有神意，啊，脚，海底栽花，蹭了摆尾，啊，有点弓箭步，啊，四顾飞弓，啊，蹭了摆尾，哎呦，我去，啊，抖拎去，这可以往回绕圈儿。 这后手管住他，牵手的有路了一样，哎，哎，走力一会儿。啊，这个孙氏气枪啊，啊，变化很多了啊，根据身子啊，根据你的身体走。啊，苍龙摆尾，啊，苍龙摆尾，啊，往后一脚，嗯，嗯，啊，有路了，啊，往后一脚。 啊，这个破方向，往回脚以后，玉柱擎天，啊，玉柱擎天，前往上扎，但是这个腿得立起，啊，紧紧独立，啊，一会儿停，但他走的起来，哎，他又干呀，啊，这枪挺贼呀，啊，因为对方后边有人呢，啊，所以是在这边呢，啊，开，接枪，啊，接他，脚拿。 脚拿的，脚拿的，掰开两翅，啊，掰开两翅，啊，横枪，无极手势，气身丹田，头顶放松，虚灵顶劲，手势。 这个损势七枪啊，拆解招法啊，它法无定法啊，可以说是法无定法。虽然路子是死的，但它变化是多的啊。三体式啊，对齿啊，你可以绕，啊，你可以绕。这个枪啊，要在身上贴着啊，不要这么着啊，要贴着，贴着劲啊，拉啊，拉拿。 拉拿扎，啊，这个损失的东西啊，它奥妙在哪儿呢？它是半步根，那跟圈一样啊，这都是圈的延伸，啊，伸长了一截，把我这臂伸长了一截。其实我都是劈拳，啊，劈拳家，啊，虎视眈眈，啊，虎视眈眈，它也，啊，滚动，看到没？滚动摩擦。 扎他这个漆，啊，啊，他要变，啊，他要变，啊，变不怕，以他变，我还变，啊，把这个点啊，他扎我这膝盖以后，他无所谓啊，哎，这个形意架枪跟别的不一样，他往下滑啊，他往下滑动，把对方这个手啊，给他划破，看他怎么变。 不让他动，但是不让动，他这个枪啊，他里边有损失藏着棍招，啊，裹，啊，他给我裹进，啊，压进。
压沉它，丹田气啊，压沉它，啊，灰尘的皮啊，灰尘的皮啊，它这个墙，哎，要贴紧，两肋啊，要贴紧，啊，好，嘿，你看，看，啊，我顺它这个劲，摩擦，往里，啊，往里，往里走进攻，啊，扎它这个气眼呐，啊，这个膝盖。 这变化是很多的，啊，我说随意啊，这枪在他身上，啊，随意怎么使就行，啊，怎么使就行，他不管怎么扎，啊，看，磕飞了，啊，磕飞了，上去，上去，哎，这疤了没？扁他腕部，啊，看，给打，啊，给打飞了，看，皮枪，啊，这是个皮枪。 炮枪，看，啊，一炮枪一点，啊，给打飞以后就侧，啊，在这变化很多的，看，啊，这个在这给它挡住，扫腿，啊，扫到胯，啊，看，看，啊，看，皮枪，啊，这个枪啊。 这个中平枪啊，啊，枪大一条线呢，看，给打飞了，啊，它的功力，啊，看，啊，这一拉一拿，啊，就刺，啊，就刺，啊，这个枪啊，啊，变化很多的，相当贼，啊，长枪可以短用，啊，它不管往这，它往哪儿来。 划住，啊，啊，盖棒，啊，盖棒，眼睛，看他这枪怎么动，看，啊，啊，枪里加棒，损失的东西，看，看，进去了，啊，这就刺，啊，这个枪啊。 一般枪的手中啊，啊，哎，他个瓢，看，顺他劲走，看，顺他劲走，啊，不怕他变，看了没？啊，这哼枪啊，扫啊，啊，这哼枪啊，这个行一枪啊，啊，这个拦拿闸。 啊，黑拦拿闸也就黑白药呗，啊，嘿，啊，黑白药啊，啊，对方啊，也盖我，看，我顺他劲走，看，啊，顺他劲走，啊，刺他，躲得这近，啊，躲近，啊，嘿，又进去，啊，一碰他进去，啊，就刺他。 炮枪，啊，他炮枪，啊，他炮枪，啊，挑，啊，炮枪，你看我挑，啊，插裆，啊，他过来以后，哈，这个变化了没？啊，啊，就手的刺，看他怎么动，啊，就这么简单，看，横进，啊，枪可以横进，啊，都可以使。 双头开始，火吧，啊，他有火吧，啊，火吧，啊，嗯，看，啊，拨飞了，拨飞了，就近，他的弹簧劲呢，啊啊，一看他打飞了，啊，就劈，啊，就劈。 钻枪，看，哎，哎，看到了吗？这个把儿，啊，啊，崩枪，啊，崩枪，关键他刺我的时候，哎呦闪，嘿，你看，躲他这个锋芒，哎，要刺他这儿，啊，避他，避其锋芒。
跟拳一样迎起头，啊，击他尾处。啊，看脚，看刺，啊，刺他脚面，啊，看他怎么动。然后挑他以后，看这个形意七枪啊，它是变幻莫测啊，全凭神意啊，全凭手艺神意啊，嗯、啊，倒插步啊，都可以倒步啊啊，我可以搅他啊啊啊啊，搅他啊，让他过不来这力，他跑了以后，看啊，警察。枪里夹棒，啊，这枪里夹棒，夹棒它有横劲呢，盖劲呢，啊，枪里夹棒。形意抽枪，看，他抽枪，啊，他可以顺他这个力啊，力点他皮的时候，啊，他不是我变的，我蹦，挑，啊，拿着棒，啊，拿着棒打的，啊，就是这个枪啊，怎么使得行？拨云见日，啊，拨云见日，他不管那么皮，哎，啊，点他这腕部，啊，脚呢，啊，脚呢，啊，粘枪，啊，有太东西，他都粘连绵碎呀，啊，不让他动，啊，不让他动，他动，花杆子，啊，冲他的杆子，哎呀，滑下去，啊，皮枪。看着他，啊，横进了，啊，横进花他了，啊，花着杆子进，蹭着杆子进呢，啊，蹭着杆子进。看了没？啊，蹭杆子进，啊，点他，啊，点他，啊，避他这个风嘛，啊，扎刺他，啊，扎刺他，哈，干，戳，啊，他这是戳，还挂去，啊，他刺我，啊，他刺我腿，哎，挂，劈，啊，颤抖，啊，盖他，挑。以这为轴，给他一掌，啊，这枪可以拖，啊，看他怎么变，看，啊，形意枪啊，都是钻过拧翻，啊，他也钻过拧翻，啊，他也钻过拧，他是延长的，看，蹭进去，啊，蹭进去，啊，蹭进去。脚，刺，虚晃一招，扫，啊，扫他腿，他这还点我脚，带，啊，带，啊，他带，拨，啊，拨，啊，要避他这个锋芒了。枪里夹棒，这个抽枪啊，轻如素尾啊，他刺着我软肋以后，啊，刺软肋啊，过来，坐上，带，啊，要粘住他，啊，要粘住他，啊，他枪跑了，
待不住啊，他扎我脚面，啊，下来下扎脚面，哎，啊，哎，丐帮啊，这枪里夹棒，啊，枪里夹棒丐。青龙转身，这气枪人啊，他搂头盖顶劈枪，啊，搂头盖顶劈枪，嘿，看了没？一个是顺他杆子下来，打他这个手，啊，或者是爆发力给他打飞了，啊，打飞了以后，打把扫他，戳他，啊，戳他以后点他的膝盖，他的胯，肩部。专打他的跟节，让他那个枪过不来，他得扫我。嘿！啊，轻如作尾，啊，枪里夹棒，啊，这个劈枪啊，关键这个劈枪，这黑白腰子啊，这个劈枪挺关键啊。我这枪子在底耷拉着，啊，崩枪，啊，他崩枪，他不管怎么来，哼，啊，他不管怎么来。看，啊，他上去了，嘿，松开杆子，看，刺他，这是法不定法的啊！我根据对方的变化，看，啊，脚拿盖棒，啊，因为他这个东西他都是这东西的，啊，刺，哎，他躲起来，他花我手，花我手不怕，给他躲过来，啊，这个就开始。这个形意东西啊，啊，法无定法，啊，变幻莫测。枪虽然是哪的啊，哪儿都可以使，啊，嗯，啊，调，哼，看了没？脚踏，关键是抻呐。抻他，不让他跑，要快，因为我这很危险，要快，啊，刺他，刺脚面，或者是刺起，软肋，啊，下三路，啊，逗他，接近了年头，逗他，嘿，很危险的。握把枪啊，握把枪，哎，花，啊，顺着这杆子都花下来，哎，缠着他，帮他动，这个枪术的变化啊，变化是层出不穷的。法无定法，看了吧？啊，我这一点，啊，一震动他，啊，啊，我一震动他，啊，我都绕过来，啊，给打飞了，绕过来，啊，绕过来顺他的胳臂，啊，顺他这个臂，啊，是个杆子，啊，看了没？嗯，一剁，啊，他的功力挺大，我都得顺他这儿，粘粘着，粘粘着往后撤，撤，但是呢，他有摩擦，啊，进去，啊，进去，啊，他变。枪里夹棒，顺他杆子往下滑，把他这虎口给他震裂了。啊，这一震裂，那他的这枪头掉了啊，枪头掉了啊，枪掉了都我可以。啊，嘿，啊，脚拿。飞了啊，啊，飞了，打飞了以后，它有个反弹呢，它有个反弹，反滚进，哎，嘿，嗯，啊，是变化很多的，看了没？啊，鹰起头，啊，顺着杆子往上，啊，进攻，啊，棒木根，啊，往前往前，哗，哗擦，啊，到他是虎口这里，啊，他不得不撒手啊。啊，他不得不撒手啊！啊，啊，金鸡乱年头啊，这个金鸡乱年头啊，我虚晃，啊，
枪里的有棍头，啊，劈，回身的劈，啊，劈顺着杆子往下，花，花擦，啊，啊，螺旋，啊，螺旋，哼，刺，啊，啊，刺。脚啊，脚枪，啊，脚枪，啊，这个脚枪呢，是丹田腰的力，脚它在身上，啊，他跑，他不让我脚，啊，驾，崩，看，啊，这看，啊，就能刺，看，啊，很锋利的。摩擦，啊，摩擦，摩擦，粘住它，啊，持住它，啊，这个枪啊，它不管拿多高，拿多低，这枪啊，又一拱力，啊，横拨了，啊，刺，好，哼，刺，啊。长期的短用，啊，看，啊，瓢，这粘住，啊，花擦，啊，点他这虎口，啊，给打飞了，要有神意，哎，嗯，嗯，不让他过来。花擦，让他过来，看，啊，哎，点刺，还有火把，把要火，嗯，他扫啊，他扫我，他扫崩。我绷下去，啊，跳跃，啊，跳跃刺，啊，啊，顶住他，擦着往这进，看，他甭点过来，啊，武力相当大啊，啊，我挑枪，啊，挑崩。枪在手里啊，虽然是长，它可以短用，当匕首使。看，